不是我的生日呀。谁说非得过生日才能庆祝呢？今天我们的小菜鸟喜获新生了，难道不应该庆祝吗？这第一根蜡烛啊，我想点给一岁的焦家园小朋友。那个时候的你呢，一定非常的可爱，非常的幸福。那一年我七岁，我却要经历父母之间的争吵。第二根蜡烛，第二根蜡烛，我想点给五岁的焦家园小朋友。那一年，你遇到了人生的重大变故，我也差不多。那一年我父母离异，也就是从那一年开始，我们都学会了要坚强，要自己独立去面对这个世界。这一根要点给18岁的焦家人同学。那一年的你，应该已经是一个亭亭玉立的美女了。哦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那个，其实我这一根是什么呢？我这一根是我刚才突然想到的，我想点给明年的你。我希望明年今日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可以。可以好好的。我也很幸福，谢谢。这么多人，再好好找找。哎，在这儿。王航，王航。哎，戴奶奶。王航，
你们这医院怎么这么大？我们从办公室一路出来就打听到这儿，对，可把你给找着了。哎，你先坐，别光站着，你站着，坐那说。拿着。这个。这个是你上回给我那5万块钱定金，我一分没动啊，你看看。可是，这是说好了付您的违约金。拿着。奶奶都到这把岁数了，那钱哪生不带来死不带去。我跟你说啊，我明天就坐飞机去找我儿子了。所以我说啊，在我走之前呢，一定要把这个钱还给你，要不然我心里不安呐。奶奶，可是这个钱是合同里规定赔您的违约金，您不用不安心，您拿回去，不能收。你就别跟我说规定了啊。那我跟你说说这房子吧。这套房子呢，是我老伴儿啊在世的时候亲自挑选的。我呢，就对这房子特别有感情。你说，要不是我的儿子一定要让我出国，我才舍不得把它卖掉呢。我就希望呀，这个房子的下一个主人呢，是个有爱心的人。孩子，奶奶认准你了。这房子我先不卖了，就等着你把它买去。大奶奶，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了，但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你。就别谢了，谢谢，别谢了啊！谢谢，谢谢奶奶。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姑娘吗？对，她叫方曼。奶奶好。一看呐，就是个好姑娘。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安安，喝酒之前啊，我想说一句话。小王，嗨，大恩不言谢啊！伯父的话呢，都在这酒里了，啥也不说，干！我来。伯父，我跟你说啊，您千万别跟我客气，这些呢都是我应该做的。还有呢，今天能吃到您亲手做的菜啊，简直太开心了。敬您一杯，好，好，好，来，您刚开始别喝这么快，一会儿喝醉了。没事儿，今天不是开心吗？是不是小王？是，哎，走。再说了，我也能喝。嗯。那，通过我这几天的观察，小王这孩子有担当、有责任，是个好孩子。哎，就是。以前伯父的做法，你看你就，哎，伯父，您千万别这么说。哎呀，这些事情都已经翻篇了，都过去了，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啊，什么都没有发生。爽快，来干。